就像一块奶酪一样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固体希腊酸奶，这才是真正可以嚼着吃的酸奶，只需要简单的过滤一下，随便搭配点蜂蜜就。那最近刷到好多主播都在做这个固体希腊酸奶，咱们今天来做一个，准备一个杯子，再准备一块过滤网，过期的酸奶，再给它倒入一瓶，做少了白不够吃啊。皮筋给它绑上，妈呀，这才开始就锅里出来了好多乳清啊。用一只筷子给它插里面，咱们下面一步打入冷宫，给它放冰箱里面冻一晚上，明天看看。放冰箱里面冷藏一夜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做的成不成功啊？给它剪开看一下，哎呦哎呦，跟那视频里面一样，哎，一模一样的，姐妹，我的自制的固体希腊酸奶，上面撒的冻干草莓跟那个谷物，尝一下，哎呦妈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可以嚼的酸奶做成功了啊。你们都学会了吗？